养这么多的军舰，养这么多的军人，海巡署的官兵这些，最后是日本人要在一个公海上要非法像海盗一样要抓我们渔船的时候，蔡英文政府竟然叫移民说赶快跑啊，官兵来了，你们这些强盗赶快跑啊，你们这小偷赶快跑啊，说蔡英文政府让台湾变成日本人的殖民地，像龟孙子一样，是谁作贱了台湾？是台湾人自己。是谁让台湾人这么贱？就蔡英文政府。周一到周五，新闻深喉咙，有多深挖多深。